大家好，重庆万州烤鱼是重庆一道出名的江湖菜。万州烤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。万州本地一家很有名的烤鱼店，老板别出心裁的自己发明创造了一种烤鱼螺。那个烤鱼螺简直长得都像大锅炉一样，一次可以烤几十条鱼。现在温度是565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小舅子烤鱼，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烤炉、烤鱼炉，有点和那个孙悟空八卦炉差不多哈。把鱼一推进去，7-8分钟过后，鱼都熟了，很专业。小友们，快点上菜嘛！那是烤好的鱼，加上麻辣烫料煮好的蔬菜。撒上炸黄豆、葱花，浇上热油，爆出香味儿。这是一款酸辣青椒味万州烤鱼。四川泡菜酸萝卜汤底，青花椒和香葱香气四溢，清爽开胃。舌尖上跳动的味蕾。只说了一个字，爽。另一款是红汤，辣椒花椒配上永春豆豉，面上撒的是洋葱和香菜。麻辣够劲儿咯。